挺多，听到挺多的。你最近不说话，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？听说你最近很孤单，有点乱，有点慌，可是我却不能不在你的身旁。我想要的你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，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。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。最近你最近好吗？你们最近还好吗？你最近不说话，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是让你不快乐？听说你最近很孤单，有点乱，有点慌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。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，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。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。爱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，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。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。三月快完了，要来首三月吗？你们想听三月吗？谢呆的荧光棒，谢呆粉末。三月过去了好几周，